小姐，哎，大姐姐，你看这些都是我种的花，还是第一次看那么好看呢。那边都是，还有那儿，好看吗？嗯，姐姐快看，他们都在布置呢，都在为圣上赐婚做准备呢，你喜欢吗？小姐，好，忙去吧。白姐姐，我带你上那边看看。好。白姐姐，我们家的院子是不是很大？看那边，那边就是画廊。你看那边的树，那是从外地运来的，这里所有的花草石器都是出自名匠之手，好看吗？白姐姐，白姐姐，白姐姐，走啦。好。白姐姐，你从来没见过这么大的染坊吧？你看，你再看那边，这些啊都是上好的材料，所有的工序都是在我们这儿完成的，分工特别细呢。哎，白姐姐，我们去那边看看，成品出来了。喜欢吗？摸摸看。正因为有这么好的丝绸，才让域外人想要与中原人投商。就是说，域外的人都喜欢我们这儿的丝绸，对不对？嗯。父亲也这么说，他说啊，要是有哪个大王能打通域外经济的命脉，就可以得天下了。姐姐，赶紧选几匹喜欢的布料。今天量了尺寸之后就可以做嫁衣了。要是镇北王来了也可以给他看看，他看你穿得这么明艳动人，一定会很喜欢的。姐姐，你为什么不高兴啊？我娘说了，嫁人呢是女人这辈子最重要的事情，从此以后啊，幸福和忧愁就都交给夫君了。这花府已如铜墙铁壁，想要出去只此一种办法。我记得大晋习俗，那征礼时女子要送一套整洁干净的素衣给夫君做回礼。对呀，别担心，你的素衣早已经做好了。我能看一下我的素衣吗？当然可以呀。我还以为姐姐不想嫁给大将军呢。赐婚圣旨到了，我还以为没这么快呢。姐姐，圣旨一到，你就真的是将军夫人了。应天顺行，受之民命。大晋制曰：护国大将军除北节，文武并重，保国护疆，尽之栋梁，加封镇北王世袭罔替。至婚娶之时，当择贤女与之婚配。兹闻大晋梁商花氏之女，娴熟大方，品貌端庄，与镇北王实属佳配，故下旨钦定其为镇北王王妃，择日大婚，令赐珍珠石斛，以彰圣眷。草民谢恩领旨。哦，好好好。来，啊，花老爷，哎呦，不要不要不要，不敢不敢。哎，花家老爷，啊，你现在可是王爷的老丈人哦，按身份地位自不比以前了。哦，咱家要是扶一把，还不沾了沾花家的喜气？哎呦，该沾该沾该沾。哎呦，喜气喜气啊！哦，王公公啊，那个，好说好说，意思意思啊。Thank you.
白姑娘，王爷命墨然给你送来了礼物。羽翼已减，他再也不能飞了。王爷让他留下给你做个伴。多谢王爷。夫人慢吧。谢谢。吉时已到，礼。大胆！你可知我是谁？聘礼陈于堂上，礼匣排在院中。今日我是镇北王妃。大晋喜俗，这是我要为夫君亲手穿上的素衣。夫君，这句话听你说出格外动听。这颜色是娉婷自己挑的，夕阳的颜色。愿将军每当仰首前行，便顾及归途。听说，大晋再贫苦的女子都会攒上一块好布料，在新婚之时为夫君穿上。只愿共度晨昏，一世白头。无奈将军威武，一战便能要了千万女子丈夫的命。好，王妃如此费心，本王也有一件礼物相赠。琴有九德，曲通心声，此琴名为凤筒，声音空灵，愿王妃忘忧。若不是燕锦交战，你定是个知音。息了。姐姐，娉婷，娉婷以后怕是无法再大安静了。王爷，急请霍太医，镇北王府来人急请。怎么了？这怎么了？这是啊，霍太医，霍太医，什么？快说！不好了，出事了！什么？镇北王在花府被投毒？好像是王妃她
不知道是不是王妃她，是王妃。你个没用的东西，这么大的事情你通报成这个样子。镇北王可是大晋的肱骨之臣，你这分明是要王后娘娘病中忧心。臣妾愿替王后娘娘前去探望。你是大晋的镇北王，你的身子最为重要，还是先让霍神医给你施针吧。闭嘴！王爷，滚出去！谁敢再进来，我杀了他！心吧，毒已经趋近了，这施毒之人呢，必定是个放毒高手。若黄藤和乌草再多出半毫，这姑娘的性命恐怕就是神仙也救不了了。来，王爷。